太简单了啦，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啊，妈妈，妈妈在家看。你是被气癌了。于娜，请就躁动位置。于娜加油。我只有 the lucky number 一二四一一一场。好 ，lucky number one。OK， 第一名一号哈。好的，于娜是挑战开始。还要赴女孩最后的约，啊，就这样而已。那些年，耶，胡夏演唱了《那些年》，恭喜答对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小小的手掌，大大的力量，我一定也会像你一样飞翔。谁想去的地方，就是我的方向。有我保护，笑容尽管灿烂。Tank 的，有谁能把你取代我身旁？你是我的专属天使。专属天使，恭喜答对。没有错，就是那个专属天使。少年少女的歌，专属天使。是我的专属天使，我为我能独家。OK， 已经有7000元的奖金了，厉害！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好的，请接唱。对你爱不完。海草舞，海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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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歌名就叫海草舞，草舞不是海草歌哦。海草舞。恭喜答对。哎，嗨，萧全的歌。海草，海草。哇，这个在抖音上面是很红。海草，海草，海草，海草。水花里舞蹈。海草，海草，海草，海草。管它海浪惊涛，我有我乐逍遥。哎，这个是神曲了，8000元奖金了，现在已经慢慢威胁到小钟哥的位置了。一起来看看下一首歌。哎呦，几多远浪，在多少思念的寄托。哎呦，李东好像会哦。在忽然向人解脱，当我们擦身而过，哎呀，那短短一秒钟，都明白什么。哇，完蛋！我知道是蔡健雅的歌。5秒，4秒，3秒，7秒，2秒。不行，我想不出来。1秒，恭喜答错，正确答案《陌生人》。是不是蛮熟的，对不对？很熟啊。对。最后才有。我还去看过演唱会，还去过。对，只有演唱会有唱这一首。对。我不恨过了，我完全忘记歌词。最后，因为这个专辑入围第15届金曲奖。也没有，对，也没有，OK。所以呢，现在目前的累积奖金是8000元，你已经再也没有错误的机会了。对，还有一次，
已经用过了这一次了。啊，台语课好难哦。后面只要错误的你就挂掉了。接着下来这是闽南语歌曲，不会唱也听过的，一定请出题。人生的环境，吃吃嘛的出头意，我愿意无忧。这个应该是送分题哦。发财哦，发财啦！他太年轻了，太简单了啦！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出头太年轻了，给我等一秒。哎呦，碎了！哎，小宋哥，不要这样害人哦。第一定，哎呦，谁盖第一名？谁盖第一定？谁盖第一名？啊，好妈妈，妈妈在家看电视，不要哭。决定好了吗？谁盖第一名？你是被气癌了？恭喜，答错，谁盖第一定？真的太年轻。好了，恭喜云娜毕业了啊！哇，谢谢，请回答。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，时间只不过是考验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。你现在出唱片，你是代表我们综艺大热门曲。从零到有都从这个舞台，真的，每天跟我朝夕相处，看久了人看久就会有感情嘛。哎，他今天给我画眉毛，对呀，他画全妆，谁呀？而且我要说，他刚刚在后台的时候，他说要所有的那个化妆师帮他用，一人一只手，帮他按摩，对。来 ，Musa 来介绍一下，哎，旁边这位，我旁边这位是宪哥的贴身助理，可以说是宪哥丢任何东西他都接得住，他等于是捕手，立马丢。然后他说在底下我们在录影，他就要旁边啊，这一点捕的拜托，不是了，谁不会？来，阿东，一位来自澎湖的一位年轻人，家里住在马公附近，是，没错。为什么会到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呢？因为想要来投靠宪哥哦，所以这就是综艺文创是我那时候地履历的第一首选哇。可是我想问你，我想问你，容易文创容易吗？不容易。他在面试的时候有一个面试要接东西，接东西，接手机啦，接手都要接的，今天不能表现丢人哦，好不好？这是我的主题曲。副歌就是歌名。叫做好，嘿，副歌就是歌名，明仔仔，明仔仔加歌来 ，music。啊，结果你没有答案啊。怎么歪过来啊？歪过来，不来了。我也忘记歌名，怎么唱？哇，好容易记的。这种歌为什么朗朗上口？你看，因为它够拔辣，够简单，而且很简单，对，可以从嘴巴里面直接吐出来。嗯，我做归音，有点嘛，做归咖啡听。哦，怎么样？那种感觉，简单呐，很棒的歌。来，下一首歌，请出题。哦，这个，哦，喂。哎呦，哎 ，Musa 两下子都有答案哦。大家共同期待一下 ，Musa 要出唱片了啊！哎呦，
正在努力在做啊。等一下这一首可以唱一下哈。啊，大凯。少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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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倩女，倩女幽魂，蓝蓝摇凡。没想到只有大伦是答对了，音乐老师，那个阿咪老师，倩女幽魂来一下，啊，没有谁。哎呦，好像不太一样。仰山头，好，谢谢。只有你答错，好不好？少年，哎，这个是谁的歌？孟然。啊，孟然的歌。孟然，哦，这个歌没听过了吧？对，没听过。这个是内蒙古歌，内地。对对，内蒙古会唱吗？会。起立，来，徐仁，少年 ，Go。只不过是考验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。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，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。Say never never get up like a fire。 好热血，好好加油，还好你现在出唱片，你是代表我们综艺大热门出从零到有都从这个舞台，真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节目还因为你做了一件事，把这个讲了你会感动，感动，我们为你换换了节目，太感动，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，因为有你，要不然我们整个主演者还配合你，对，也会说，对对对，好好加油了。